Yeah.
有人在吗？ 在这里藏什么呢？断獠牙还很年轻，刚转变不久，轻松击杀。 既然你都闯进了我家，还把东西翻了一轮，那干脆留下来跟我吃顿晚饭吧。我快饿死了。 这故事还真精彩。我也希望只是故事，但这是真的。我怎么会看到那个画面？这要感谢那些好心的村民，他们喂给你莉莉丝的血。恶魔的鲜血？那可不是普通恶魔，是憎恨之女，圣修亚瑞之母。 他在很久以前被放逐了，但这个世界是他创造的。根据预言，他还会回来。他想要干嘛？
问题就在这儿。圣修亚瑞一直被困在天使与恶魔的征战之中，也就是永恒之战。但是莉莉丝两边都不支持，她对我们别有居心。那我呢？我被腐化了吗？还不清楚。可是你们两个已经产生了连结，你打算怎么办？利用他，找出莉莉丝的目的。很好，那我们目标一致。好好休息，然后我们先去奇欧瓦下。要是阻止不了莉莉丝，我们就全都完了。